心态哦。爆米花夏季棒球联盟六号继续进行一日两战的较量，早上由排名第一的和库对上垫底的国训。和库尽管前三局取得3-0的领先，但是已经苦吞九连败的国训真的很不想吞下10连败，所以四局下他们由克莱门德带头。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左半边方向的深远飞球，有机会打破鸭蛋，这个时候上去了 Obra。 这支左外野阳春炮不但打破鸭蛋，还打通了国训的任督二脉，让他们在这个半局展开猛攻。先靠着郭富林以及何玉德的串联安打攻占一三垒，下一棒的谢志宏，这支三垒方向的强劲滚地球，三垒上的郭富林在冲回本垒时，虽然遭到克兰德的回传击中颈部，但第二分还是稳稳拿下。接着一出局攻占满垒时候，埋伏在第九棒的蔡尚颖适时补上这支中间方向的强劲穿越安打，一口气送回垒上的两名跑者，让国训逆转比数来到4-3的一分领先。加上他们的先发投手吴中威表现优异，8.2局只丢3分。比赛后半段没有让和库再越雷池一步，中场国训就是以5-3击败和库，拿下暌违已久的胜利。至于晚场启力跟威达的比赛，双方从比赛一开始就毛起来对轰，5局打完，威达4-3取得一分的些微领先，但启力最近的手感真的不是开玩笑的。6局上，先靠着连续两支安打攻占一二垒得点圈。这时，第二棒的移动孝看准机会，敲出一支右外野夹末兵的安打，得分喽。二垒上的潘宏翔回来，移动孝也连敲两个垒包，这是一支带有打点的二垒安打。4-4，双方战成平手。而且不要忘记，启力还在进攻哦。2出局，这一次是2-3垒有人。威达先发李康胜面对启力第四棒的林伟宏，2-3满球数的情况下，算用一颗变化球骗到打者挥棒落空，但捕手王志豪却没能挡下来，变成一颗过山洞的不死三振，不但没有止血成功，还免费奉送对手超前分。5-4，启力反而取得一分领先。随后他们稳扎稳打，没有再给对手任何机会。中场启力珊瑚就是以这一分之差气走威达，收下胜利。我来听新闻这么报道。5-4。